感谢今天在场所有努力做着社会关怀节目的广播人，谢谢你们传递这么多美好的生命故事，让更多人更多的生命故事被听见、被感动，并且乐意支持与协助。大家好，我是虞美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宇佳，我是一名街头艺人。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今天晚上的广播金钟奖的颁奖人，更高兴的是可以和宇佳一起颁奖。我也很开心可以跟美乐姐姐一起颁奖，我真的非常有非常我常常听到人美姐姐做公益的时候，就很喜欢雨乐姐姐。各位，其实我才崇拜宇佳呢，她不仅是一位街头艺人，她还是一位有23张街头艺人证照的人哦。哎呦喂呀，这是不敢当啊！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宇佳今天晚上为我们表演一小段，我们就把这里当成忠孝东路。那我吹一首歌曲，有一个吻。感谢今天在场所有努力做着社会关怀节目的广播人，谢谢你们传递这么多美好的生命故事，让更多人更多的生命故事被听见、被感动，并且乐意支持与协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